情书，你千万不要送人，因为过量。嘉靖的声音清新干净，很可爱。他把我的歌改编得很好，有一种美式乡村的感觉。漫画可以这样改，蛮好玩的。朱老师，那个台湾目的地的那个女孩子是大篷车的那个女孩子，是第一个。旋律，难怪那个旋律转音好像，我也不知道似曾相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似曾相识。哎，转了代表说，哎，有时候就是、啊、反正转了两次就代表这个就是缘分了，缘分了，哎，缘分呐、啊，谢谢。